我们有一个小的考试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你为啥回答可以啊？你真行啊，我跟你说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可不像个小测试。哦，考得最好，我会送给他一个礼物。哦，是好吃的吗？嗯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要把你们的纸收掉。这是开卷还是闭卷？我对着抄可以吧？你刚开始看也就看了。嗯。乘坐鹰出行。两分钟结束了啊！能交卷了吗？老师能交卷了吗？可以，可以交卷。交卷，答不出来了，能及格就行。那我也就。就这吧，我觉得60分应该难说。哎呀，谢谢。四是怎么写的呀？四是这个，对，3到3。啊，要写那个语吗？我写的是数字，就说用沙特语数字填空。啊、你们不神奇吗？我把这个考卷发给各位，然后呢，你们互相来判这个卷子。啊？啊？你判他的这个考分。姓名写了个阿拉伯文，棒棒的，这是谁？那是我。你写的是啊？嗯。这张以为是你的。姐，我的是你的。我给你判的。你给我好好判啊。你好。现在我来公布这个答案。第一道填空题，中国古代航海家郑和曾在600年前要填六，填600的就没有分。600的没有分？对。第二道题，利雅得是沙特阿拉伯的首都，而利雅得在沙特语中的含义是花园。含义是首都。谁答错了？他错，王也错了。第三道题，沙特阿拉伯被誉为红海新娘的城市是吉达。啊，对的。第四道题，在阿拉欧拉，黑格拉市拥有110座完整陵墓群，答案是黑格拉。秦安姐写的是古城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古城。你比我强，我写里面。我哎，我的这位学生写的在埃尔奥拉里面，不对吗？下一题，花少团大姐的名字是几个字？3个。3个，要填阿拉伯语的那个数字。啊，那我这数字填空题全错。啊。
四姐的名字是几个字？四个。四个。弟弟，弟弟，我对了。四个。但你写到了第二个。倒着三。啊？你写了一个躺着的三。给放倒了。花少团三姐是37岁，小弟是多少岁？23岁。他们的年龄相加是60岁。你这算数啊，写个70。啊？什么60就是这个这么写的？姐，怎么了？没错。对不起，抱歉，我真想给你打错。姐，你本来，哦，对，你写的是阿拉伯语，那是对的。你给我批错了是吗？没有，还没下笔。下一题，花少团大哥的身高是多少厘米？183。小妹的身高是168。所以他们的身高差是多少？15厘米。55是怎么算出来的？他们想成5.5。他们的身高差是55。身高相差1厘米啊，这是。我这写的是对的。哎，这啥意思？请问。这是。这不是烟。哎，我忘写五了。哎呀，忘写你还能算你对了。我这老师非常的严格。王安宇的成绩不错，平均每4道题能错2道，非常棒。完了。最后一道题是判断题，在古代沙特阿拉伯人呈鹰出行，这是错的。啊，我打的对勾，我可相信了，我感觉他们能坐着鹰飞呢，还觉得。坐不坐飞毯呢？你就是动画片看多了。在古代，他也没说多古的古代，可能很久以前真的有人坐鹰出行了。那鹰才那么小，人多大呀？古代有大鹰啊，老大一个。你说的是杨过吗？那是雕姐，真的很好笑哎。现在你们按照上面那个要求去给分数。给你65。啊？你咋还得65？啥也不是。哎，我全部答对了，为什么只给我10分啊，姐？我看看。你俩谁上？这全答对得20啊？对不起啊，哎呦。怎么还给我扣分呢？我多少啊，弟弟？50、60，哎，我怎么可能60？我来审审我的卷。我算一下，12、13，我答对了13题，13乘以5是多少？你要这么算的话，我给他就这么算了。不能这么算，你不能这么算，人上面写着了，你看看，你得按这个题啊。对不起，那我不会连75都没有了。别急。所以最高分是谁？好了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分数报一下。大姐的分数是多少？85。不愧是大姐。二姐，60。三姐，75。四姐，70。大哥，小弟，75。五妹，55。没事，妹妹。嗯。我就比你高5分。好姐姐。你说学的贼快，记得比谁都多，一考试就完蛋。全拉胯。7是这样，8是倒过来。阿富汗是不客气，说可能阿富汗。哦，希望你平安。哦。一考试你不看题，白记你。现在有好多并列的。咱仨合并。合体。是。那我们前三名是由参赞来给颁奖品。谢克啊，阿富汗。这是不是就是那个蜜枣？哎，这是那个吧？这就是那个？是不是就是那个？哈，枣。哦 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谢谢怎么说来着？谢怎么说来着？谢谢怎么说来着？谢谢怎么说来着？舒克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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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舒克拉。刚学完就忘了。还有四姐，啊，还有我的份呢。所以没有礼物的只有我们俩呀。对，哦，没事儿，没有礼物没关系，只要不惩罚就行。对，是。秦岚姐，来，我给你看一看，观赏一下。
不是，你知道我以为是什么吗？我以为我说怎么阿拉伯有酱土豆呢？我他因为没看到这儿，我看到这儿，给一坨酱干啥？在下面，咱东北的酱土豆像不一样？像。现在我们参赞呢，给大家单独都准备了礼物。你看，都有，我也有枣。哎，太好了，我们还是有收获的。我有枣，我有枣。啊，不是枣。哎，你们没有这个待遇。哎呀，算了算了。我准备给你的啊，然后谢谢。还有在这里，又写了一些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些，我祝你成功，梦想的成功。然后祝你顺利。顺利。对。这是参赞为每个人都写了一个祝福语，每个人都有啊。谢谢，谢谢。希望你们真的很喜欢沙特。嗯嗯。会的，会的。去感受一下。会的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马萨朗。OK， 马萨朗，马萨朗。OK。新的任务卡，我来了。花与少年丝路记，恭喜花少腾顺利完成第一堂课，出发在即。你们也一定很好奇，本季首发导游会是谁呢？七个神秘宝箱马上会出现在你家门口，打开它就知道导游是不是你。快回去看看吧。回家能不蹬自行车了吗？我求求了，一个小时。哎，那个什么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加一下大家微信？我们要不拉个群呢？加一个，加。闪亮的屁灯是，我是闪亮的屁灯。吧嗒嗒，吧嗒嗒是我。热巴子啊。我们这个群聊叫什么呢？想一想，群聊的名字。来，屁灯快啊，想个名字。叫，我们就叫北斗七行。哎，北斗七行挺好的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啦？我先走了，拜拜。